Nice， 日文亏线 ，A 一下后排兵。 改变一下兵线的那个补刀位置，不然我得用个桶子把三个兵全部给炸死。刷不出来炮没办法，我都刷了5000-6000阳光了，他不出炮啊。 可惜我不是万豪那种英雄，是万豪那种英雄推完兵线直接给他越了，下次走回上路刷野，两级，没药。渣子，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 换个眼线。那你就去死吧你！ 瞎子跑下路去了。 溜了，那日文已经彻底崩了。那买个鞋子好一点，25.1速可以拉扯一下他的 Q1。 不要追出去啊，小兵太多了。正常塔下枪完线，现在想秒我的，一口 W A。 他的意图太明显了，我想法倒是不错，如果这波真能换掉我的话，他就能打得回来。我亏那么多线的情况下，确实是能打回来。是我的，再吃个饼干。 就是打不死，老子饼干他妈天下无敌，<笑>好屌的饼干呀！饼干天下第一，我连吃2个饼干，他的平 A 仿佛在帮我回血。爽到极点，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 他的平 A 真的像是在帮我回血，好舒服啊！这把5块钱谁来？留个眼线在外面，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，更多火药。
慢的攻速啊，操！他可能要往我身后 Q。W 没来得及摁，操！真的有毛病，这屌人！月月别哭，老七分钟三项。那 W 吃出来不死，然后再把线吃了，那就爽了。再推一波啊，再推一波，我去中路吃一波。你再推一波，让你这样亏麻了，大哥。他回中路，这个线已经被推到塔下来了。那他还不再上路把这波吃了，那我过来把这波吃了，刚刚好。那等于他游走基本上是不亏线，他推完就可以回。要卖多兰，不卖多兰全部亏。好，真丢吧，恶心！没事，我这波故意死的，就想给兄弟们打个五二零。钱不够，那200多块钱是买了完上项返的200块钱。你不买三下没有那200多块钱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没事，这波故意死的，就想给兄弟们打个五二零，顺便让日文值钱，一箭双雕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用一个渣子，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我像是那种会吹牛的人吗？把右来，侧弦开火，我要跟你唧唧歪歪，直接越扫地僧又来。飞字抖动，抖！哎呦我操！还好我开了。我虽然是哎呦我操！还好我开了。哎呦我操！还好我开了。
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嗯，坏喽。早，被他喵的修烂。情况不容乐观啊，兄弟！我现在去上路一塔肯定是没的，让中路吃点毒什么。我感觉他们掉一塔更爽，说实话。在外面缓慢的死去，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这杀不到，说了上一次是故意给你，因为我想打个五二零，不信？老子只要摁下空格键，自动操作，你就打不过我。现在已经是弃灵时代了。中路过来，我连中路一块杀。鱼死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。日本满血我死了，那他为什么不满血？他现在满血，你看我死不死、啊、弹幕说你满血我死，弹幕说的。更多火药，给个大招。Nice， 这大招还吃了600。主播推荐一下，你也想开啊？你也想进步啊？日文不死你就死了。我从盐分和海水666。哎，老子微信忘了开播了，哈。又一个，人人有份，就沾满血。这波他有大，他怎么又死了？他这波他有大满血。好受多了。
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日文这波是姿态你早赢下的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我团长还真打过他日文。那个时候还有那个行窃预兆那个东西，我带那个东西打的日文。这反应有点快，这里结果呢？结果他点了，他真点了。我他玩日文，我站在那里给他打了一套，我掉了三分之一的血。那个版本都不怕这种英雄的，我就站在原地给他打了一整套，我掉了三分之一的血。暴君，完蛋！这样就哦，人格吧，夸张，火龙要难，我们这把四条火龙，问题不大。我还要搞个死亡之舞。大龙翻个眼，又是我一个人吗？背叛就是伤害。哎，眼位别在那边翻太多，要贴补中路线了。好，大龙大龙，Follow me, so let's go go go。有外卖，我操！人人有份，这就是比尔吉沃特的仁慈。搞快点 ，Follow me, go go go！死亡的
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那我就推下了，中路是没塔的。当心炸药桶！就他们中单对我的威胁比较大一点，其他都还好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！苍洞侧线开火！那日文就在旁边看了一眼，啊？算了，先闪现走。What the fuck？ 卡了，我操！太有操作了，太有操作了。